佐敦清晨有客货车撞到一个过马路的男人，男人受伤送院。涉事客货车车头挡风玻璃窗碎裂。清晨五点几，客货车沿住柯士甸道往弥敦道方向行驶，去到柯士甸道交界撞到一个横过马路的男人。男人倒卧在路中，救护员到场将男事主送院救治，他到院的时候清醒。客货车司机在现场协助调查事故原因。